大家好，又到了每周超市特价时间。周五是传统端午节，清早出门，油价每升2.31块，央行连续加息，通货膨胀加剧，俄乌战争没有停息的迹象，使得春节后迎来的这第一个节日，市场上没什么涟漪，连一向爱搞气氛的丰泰超市也静悄悄。看来这样的高物价或许会成为常态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两年什么都让我们赶上了。这周有点不可思议的是，丰泰超市的鸡，工作人员说每只8.99块，后面挂出的价格却没有8.99块这个价，人们一直拿得不亦乐乎，真不知道这一天卖的鸡是多少钱一只。最开心的要数 Superstore 的西瓜了，每个才4块钱，比一个月前少的不止一点点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周 Richmond 超市都有什么特价。 Superstore 的五指西瓜每个4块钱，从西瓜上市的15.99块到现在也就一个月的时间，价格只是当时的1/4，不是那么迫切尝鲜的，大可等一等哟。大清早就有好几个人在拿瓜了。芦笋每磅3.49块，虽然被称为蔬菜之王，颜值也是杠杠的，价格却没有称王称霸，和好多蔬菜的价格相差无几，喜欢的可以来这里。连背鸡腿每磅1.69块，这样的价格比好多青菜苹果都便宜，一盒这么大的5个鸡腿才7块多一点，这和通胀挨不上边吧。沃尔玛的运动饮料每组4.47块，6瓶装，它可补充汗液中流失的电解质，维持正常的水和电解质平衡，提供碳水化合物，主要是看它减价太多，低于半价了。彩色小番茄每盒2.98块，2磅装，这个特价已经连续第3周了，这样的特价不会成为常态吧？原来可是一直卖着5.98块的哦。清早走进丰泰超市，看见好多人在拿鸡，却看不到价格牌，问卸货的工作人员说是每只8.99块，买的也太大手笔了吧。一圈走过来，价格牌挂上了， UGG 每只7.99块，正常的每只10.99块，没有8.99的价呀，同样挑得不亦乐乎，没看见有什么拿 UGG 的，早上卸货时也不是 UGG 的吧。这天的鸡到底多少钱一只，可能只有付款时才知道了，有谁买了吗？罗非鱼片每包3.99块，250克装，说是活鱼加工，嫩滑爽脆，涮火锅、酸菜鱼、炒鱼片怎么做都好吃。紫色鸡毛菜每磅4.99块，平时只见绿色的鸡毛菜，紫色的还是第一次见，这样看上去也不是每片菜叶都是紫色，好吃不好吃就不知道了。上周试了红菜苔还真是好吃，这周丰泰超市和大统华都没货了。玉露香瓜每磅1.88块，这款瓜看了好久，终于鼓起勇气试了，很香也很甜，肉质是软的，喜欢爽脆的就不合适了。HMAR 的萝卜每磅6.8块，样子是白萝卜，却比普通白萝卜长一些细一些，味道是不是和普通白萝卜一样就不知道了。大统华周五最热闹的是粽子区了，为了应节都在赶着买粽子，真有点针插不下啊。老虎虾每包12.99块，1磅装，16-20 size 的，作为日常料理，个头算给足面子，衬得起门面的，价格波动也不算大。剁椒鱼头每包8.99块，640克装，里面有剁椒、酱料，
工作人员不停地吆喝，说在外面吃这样一份剁椒鱼头要二三十块钱，有人两三包里拿，也顺手拿了一包，蒸之前用水清洗了，也没有按说明抹酱料，蒸好后只放了三分之一不到的剁椒，鱼头看上去倒是干净新鲜，就是那个咸啊，难以下咽，可能适合重口味的。竹丝鸡每磅5.88块，这样一只鸡2磅多一点，哪里人真不少，还说是急冻的，好吃得多。素食水饺每包3.59块，450克装，没有肉的，已经煮熟加热就行，看着挺方便，想偷懒时可以吃一下。阿姨包鱼粽子17.88块两盒，在网上看了一下，它是包成方形，并不是粽子的式样，还有干贝樱花虾的，味道应该不错吧。泰国香米每袋11.99块，8公斤装，还是在泰国原产地包装，相对正宗，可能都想着过节了，没人留意它的存在。爱妃苹果每磅1.88块，这周的普通苹果都不便宜，大名鼎鼎的爱妃也是这个价，就可以考虑了，只是现在的爱妃好像大不如从前，好在这个苹果看上去还不错。蜜瓜每磅1.48块，上周买了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香鲜脆甜，这款瓜吃了这么多年，只要新鲜度在，没有失望过。草莓每盒3.99块，2磅装，好几个人围着挑选，有人担心不甜，立马有人支招，实在不行就做草莓汁，吃下去就补充了维生素，新鲜就行，还真是这个理呢。丝瓜每磅1.48块，他家的丝瓜经常吃，很少看到这个价，不知道为什么摆在了中间位置，稍不留意就错过了。奶油白菜每磅1.48块，也是摆在不起眼的位置，比我们认知的奶油白菜相对粗壮一些，颜色特别讨喜，这样的价格也算知足吧。西兰花每磅1.48块，这周大统华好像在搞什么活动，有不少蔬菜都标1.48块，管它什么活动，价格合适爱吃的就好。日本小南瓜每磅9.9毛，这已经是特价了，平常可要卖到1块多了，就问你服不服啊。小盖菜嫩苗每磅2.99块，平时不太留意，还是第一次见这款小菜苗，买了，个人认为比金毛菜好吃，感觉更清香更爽口，吃不出盖菜味。 Price Mart 的黑鱼片每包4.98块，声称免浆，就是指没有用水淀粉鸡蛋清包裹，也就是直接切成鱼片急冻的，有人用它做酸菜鱼，说特好吃。香炸面包虾每盒6.98块，454克装，可能是方便，价格也合理吧，哪里人不少。虾肉每包15.99块，买一送一，看得出比较受人喜欢，就剩这最后一包没法配对，多一包的话可能只剩下空柜了。 Fresh Core 的红葡萄每磅1.99块，这葡萄是真新鲜啊，只是在店里没什么好特价，除非住在附近的人，否则很难吃到它了。 Safeway 的排骨每磅3.99块，对他家来说算得上难得的好价，这样的特价坚持了好几年，在其他特价都往上涨时，真的给他点个赞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